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 LSPDFR 的第四集啦。好，这一集呢，我们会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沙滩海岸附近的这个警局来做巡逻的勤务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打太阳就直接躲在这里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开的警车就是这一台道奇的警车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巡逻吧。这次没有队友啊，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一个人了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叫支援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巡逻吧。前面这台车是不是有点怪怪？它刚刚左偏右偏一下，等这个红绿灯过的时候就把它拦下来好了，因为它左偏右偏，行迹看起来很可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等一下来盘它，拦它，然后对它进行盘查。OK，好，绿灯了，我们来。OK，好，这个时候。开启我们警灯，然后把它拦下来。就坐下，不好意思撞到那个人啊。我们先把车停好一下。OK，好，先查一下车牌，06HAJ007。好，他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到底为什么会左摇右摇呢？我们上前来盘问一下。嗨，你好啊，你有什么？把你全部的东西给我查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回车上来看一下。OK，好，你先看车子，这台车呢是没什么问题。那这个，他这位驾驶他的这个是过期的，驾照过期了。你不知道这是车主啊？我们看这台车，啊，他是没有问题的。刚刚差点要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驾照，笑死了。对，是这位男的，不是这位女的。啊，我们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开车会左摇右摇？你为什么开车会晃？哦，这是他的那个驾驶习惯。好吧，那我问你有没有喝酒啊？你觉得我会有喝酒吗？你觉得闻到酒味吗？在我身上啊，是没闻到。那你有吸毒吗？对，没有毒品，毒品会让你生病。好的，算你乖啊。那我们这次只测酒好了，酒测一下哦。OK，好，有喝酒，但是没有超标。那，我先回去一下。这个部分呢，还是要给他开账单啦、啊。虽然没有超标，但是要开账单。如果这个造成车祸的话呢，就把他带回去。好，这位嘛，他身上是蛮干净的、啊，不过我还是要帮他开账单。这个 DUI 啊，那喝酒开车，不过没有超标啊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开车恍惚。是这个、啊，看一下，不是这个、啊，这个，我们刚刚、啊、把那个下面那个取消掉，对，这个，OK，好，这个，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他总共要被罚1223美金，尤其是那个酒后驾车的部分罚最重。那我们就给他一个罚单吧，总共1700块，怎么又变那么多？OK，好，
希望你不要出车祸啊！出车祸的话，你就要被带走了。好，处理掉一个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案子会发生吧。Citizens reporting an attempted arson attack in OK，好，我们接到一个有人是试图想要纵火，那我们就赶快前往吧。但他给我们，Code 2. 哦，Code Two，那我们就用 Code Two 前往。结果，蛮近的，快到了。结果好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范围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个男性嫌犯，然后拿着那个汽油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人算蛮多的。如果他真的烧起来的话，真的是，不能想象，无法想象。来找一下。这里面会有吗？没有人耶，那应该不是这些人吧？对，都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去对面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啊，看到了。我，那个先生。先生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你已经挡到人了。然后跟他说一下话，我说：“嗨，先生，你要去哪里呢？”我只是要去我的朋友的家。那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要去那吗？这个，哎，对，这个我事后翻译就好。这个，哦，他刚刚开枪想要打我，是不是？啊，以我这个专业的手速呢，哼哼，哼，好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等我叫救护车啊！这我不信他应该，我不信他能救我啊！不过这里交通也变大乱了。那我们，好，救护车来了，那我们先把这台已经。惊慌跑掉乘客的车子呢，给他拖走。好，这个交通很快就变正常了。然后你还碾过这个嫌犯，你真的是。好，我们先捡到他手上的枪。好，这个手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。啊，查一下这把枪。这把枪是有序号的，而且也是有效的。好，这个急救失败了。那我们可以去查一下他的身体，搜一下他身吗？然后他身上有一个手枪，还有那个一个罐子，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他是有手枪的那个执照的。哦，那应该是他的。那我们来叫个监视单位。对。然后你这个救护车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然后我们的监视单位，我在那边，那白色箱型车那里。好，你已经到了，但你，哦，你停在这里。OK，好，你停在这里非常好。你直接挡到后面车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他是来支
他是在执行任务的，所以应该是没关系呀。你只要不要造成交通大拥塞就好。然后他是被那个射倒了，射死了，所以就把他带走吧。好，那这个案件也结束了，那我们那个把防弹衣补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。All units in Pillbox Hill. 然后我们接到一个案子，就是有民众报案说有可疑的人在 ATM 提款机那边，那我们就赶紧前往吧，蛮远的，在1公里那边，1公里远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前往吧。好的，我们快到了，在200多公尺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有可疑的人在这里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我们拿电击枪。诶，没电到。诶，不要再跑了。等一下，有刀，有刀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，不要动，趴下。好，很好。OK，好，逮捕到一名嫌犯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叫女性同仁，然后帮她搜身一下，那把她带到我这边，我的警车上。然后把他带到这里，然后等待支援的来临。那我们先查一下他的身份。然后女性，然后那个驾照有效，然后没有任何的通缉的项目。那为什么会被报案说有可疑人士在那个提款机那边呢？好，我们支援在这里，非常的，停止非常的后面，然后正要跑过来。秦刚刚应该不用带，把他带到这里才对。啊，随便了。好，你终于来了。那你帮他搜身一下。好，对，你帮他搜身一下。OK，好，找到一个那个什么罚单，还有对这个应该 white powder，我也不太清楚什么东西，反正就一大堆东西就对。那帮他做个酒测，然后毒测，然后这下就可以把他送走了。Thank you. 好，0.038，有喝酒没超标，应该是喝酒，然后，应该是喝酒，然后去犯案吧。好，是没有吸毒的，那就把他送走吧。Assistance required in Pillbox Hill. Fucking scum. OK，好，感谢你把他送走了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了。诶，在结束之前呢，先接一下失窃的巴士，这个还蛮紧急的，就直接响铃过去。失窃巴士啊，真刺激呀，差点被撞。OK，好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那我们叫个支援啊。
然后空中支援是鸣叫叫。有火车！哦哦哦哦，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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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！哦，有火车！哦，火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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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直接撞公车啊！啊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啊！不要动了！哎，车上还有乘客哎！车上还有乘客哦，真是！哎，这样还没事也是蛮强的。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们先搜个身，然后就简单的把他带走就好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不能那个叫什么？它是不能叫拖车把它拖走啊。哦，车上有人啊。它这台幽兰车它是没有保险的，所以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能把它怎样，然后把它带走吧。真的笑死人了，笑死人哦。嗯，游览车被撞成这样也是蛮强的，不知道怎么开回去。这个就请现场的警员把它处理掉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一步啦。好，然后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